月九日，女演员郭羡妮现身沙田出席爵士芭蕾舞学校开幕剪彩礼。孙妮佳表示，女儿学舞已经很多年，最近也参加了不少大大小小比赛，而在观看女儿表演时，心会跳得很厉害。非常感动，就是看到她很认真，然后跳得很好。我看到她觉得很，我自己很紧张，就是知道她快出来了，我的心跳得很厉害，好像我自己要表演一样。没想到女儿对舞蹈和体操有如此高的天分，但至于将来会否支持女儿进入娱乐圈，孙妮佳就十分开心地做了回应。我相信她会喜欢跳舞啊，还有体操之类的东西。然后你说如果是在一个圈的话，要看她自己咯。如果她喜欢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支持她的。由古天乐投资的《寻秦记》电影版准备今年内开拍，而当年孙妮佳饰演的秦青角色大受好评，但她表示暂时还没有收到古仔的邀请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可能我不知道，就是可能他的故事可能有变化，我不知道，他们没有找我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